一般是这样子啊，我们就是大概这个地方的话停到这就行了啊，不用再见了。过来呀、啊！我操，过去。投的时候我们就不动了，哦，因为他有时候一投的话，一动他就会比较抖，包括我做完上篮也是，就相当于他投完上篮之后，就相当于这个镜头就跟个网一样，就 capture every， 就说去捕捉他所有东西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Come on.
打了一架马路去球场打。我们刚在路上就打。我们他妈是一人，我们四个人站在互相的旁边。Yeah.
Thank you.
就他没有首发后卫有点东西。他妈撞这么深，他妈这个人比我他妈都矮，我操，这妈跟猪横差不多，十二号他妈跟猪横差不多高，我操。OK，OK。妹。啊，对。那他妈这屌，我他妈不会玩索尼啊，傻逼吧，我闲的没事干，我安置网页，可能温加油加油，滚操，下一把你来啊，你室友呢？还没来，他八点半，这什么没车啊？9:45只有辆车，知道吧？怎么办？咱们9:30走。到时候就交给那个大哥处理就行，要么交给那个阿姨处理。咱们就溜了，不用说。哎，我不要。杨振突破，哎，妈，杨振不够强硬，你知道吗？我操，波特！这杨振，杨振带球，妈1.6米杨振，我操！这杨振他妈1.6米，我操！走步了，啊？走步了？不知道，这波都杨振的锅。杨振 ，Hey bro， bro， 我操，后面有个 bro， 怎么了？我操，这是稳稳的样子，感觉有点，感觉下一场必定要来一场腥风血雨。我他妈拍了他妈十场，也没见过一场就打过架。为什么抖音上面那么多？抖音他妈拍素材。你看三球，我操，是一代的，拍三球一代级啊！有病！我操，我去拍门，傻逼！你把小叔拉过来，我他妈一眼他妈进去。啊啥？你把小叔搞歪，我他妈全程照小叔。什么？说你把小叔带过来，我他妈全程照小叔行吗？
我，我有病吧？啊！我带一个我不喜欢的女人，我有病，而且带我喜欢的女人。哦，这个腰好。四一，四一，分球。小斯这玩意太容易挑到手了，你知道吗？这种太容易找到手了，但是也太容易分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啊，你都能搞得了，你这傻逼臭直男都能搞得他要跑。那他妈 Maggie 呢？ Maggie 又是啥？我操！这他妈这么壮！这应该我们还有个国内队的。这他妈还有个黑人，我操！中国那队是杨振那队的。不，杨振他妈是外国的，杨振他妈是外国的，操！他们都说中国啊，我操！他妈就是中文，你管这他妈叫中文，我操！哦，这是体育还是耐克？哪里啊 ？NBA 呢？耐克呢？他妈的，我操！真的，这他妈的是个富豪。老外三分没了，兄弟！我操，这他妈三分这么多！我他妈的！这没进了。Three， 这他妈有个射手，这外国的，刷过去。
小福，能不能给我搞个腿啊？能不能给我搞个腿啊？我操！腿！你现在拍哪里啊？一拍像拍一个有金丝的清明球。哎！拍个花瓶。啊行。你俩记得早点回来，我操！好，下面到下等我三分钟，等我三分钟，等我三分钟，两分钟就好喽。你妈的！Thank you.
Thank you.